宋景文、苏子墨、张一鸣、李福贺、老大，老大，还有什么？灰灰，灰灰，还有张大勋、张一鸣、张一鸣、董家栋，哦，董家栋，还有。还有谁？还有、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了，都是你的同学，你不记得了？就不记得了。看这是什么松？我给你的照片看看。嗯，雪松。雪松。塞德斯，塞德斯。Deodara。哎呀，不认识，字太难了。Cedrus deodara。deodara 是啥？是一种松树。pan。我们就叫一个名字，叫 pan。松树就好了。啊，我们不要松树啊！不要松树，松鼠，松树，松鼠在松树上。那么好笑吗？松鼠，我们来了这么多次都没看到松鼠。你看到松鼠过吗？没有。一点都不好笑。一点都不好笑。都冒青筋了。这个地方又冒青筋了。爸爸，你觉得搞笑吗？我觉得一般，不搞笑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树吗？杨？不知道。这是梧桐树。下雨的时候可以在梧桐树底下躲雨。嗯，这是一棵大树，叫杏，你看一下，叫苦脸，苦脸，哇，苦脸，苦脸，苦脸，嗯，脸子树，结的果子是苦的，苦的，嗯。尿尿，去前面，我们找个地方尿尿。Rarity 是柔柔。Kitty Pie。Kitty Pie 是，嗯。Kitty Pie。这叫什么马丁香 ？Kitty Pie 是爆马丁香，叫爆马籽。爆马籽。没听说过啥东西。Kitty Pie 是粉红碧琪。哦，快在这尿吧。刚才你怎么会？你快点尿尿。你在公园里尿尿，随便尿尿会被罚款。罚款？嗯，快点，我们找不到厕所，主要是。快点，提好裤子。顶了小书包，什么东西？嗯，花生壳。花生壳。嗯，走。我觉得很像一个屎。呵呵呵，屎，臭臭。那裤子还没弄好呢。对，走吧。再弄一点点。
那个梧桐树很高，长得很快。爸爸，抱马丁香，你看到了吗？没有。抱马子。没有。这里空气真好。你怎么了？想拉臭臭是吧？不是，这里有个怪石。怪石？你看，这树正好在这里面，包住了。包住了。嗯。那我去看看。你看看，把包放在那里。你看，这个缝。violin 是啥？violin 是小提琴。kitty pie， 我怎么听到蜜蜂的声音？你听到吗？嗡嗡的。这里面可能有藏着蜜蜂呢。藏着蜜蜂？嗯。赶紧快跑吧，快跑吧，被蜜蜂蛰了，蛰了，疼得哇哇大叫，得疼很久。爸爸小时候被蜜蜂蛰过。疼吗？疼啊，疼得找不到北。然后妈妈那个奶奶带我去一个叔叔家，抹了一个三七的植物，就好了一点点。当你长大的时候就好了吗？嗯，没有，过了几天就好了。过了几天，让我看看。嗯，就是这只手。这只手。早就好了，早就好了，都三十多年了。就是你小时候。嗯，三十多年了。三十年，你才多大？你五岁吗？我已经五岁了。嗯。爸爸都36、37岁了。你看，那是我们去的地方。水车。水车。玩了，我们玩过一次了。Kitty pie, apple jack, twilight sparkle, rainbow dash.Rarity, Kitty Pie, Applejack, Rarity. 小心，走。Rarity. 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古代用脚踩的东西。用脚踩？嗯。你能踩吗？能不能？能踩，但是哎呦，动了。嗯，就这样。用脚踩的水车。嗯，劲儿太小。对，对，使劲。大力士都弄不动了，这里这个都没了，这个都踩没了，嗯，都乱跑，顺天，天人合一，彭祖寿，道法自然，老庄心。我从这里下来。哎呦，真棒！爸，你知道天人合一吗？不知道。上面的是天人合一，彭祖寿，道法自然，老庄心，顺天。哪里？哪里？你想骑大牛，还是骑大象？